倩倩，你让我给你买的肉我给你带回来了，一共65块。这么一点肉65块，美丽你抢钱啊。倩倩，这肉多少一斤都是明码标价的，我付款记录都有呢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就当我这次吃哑巴亏好了。那倩倩，这钱，哎呀，我还能少你钱吗？我手机没带，我一会儿转给你啊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美丽你等一下，这个场面我尝一下。哦，那你拿吧。还可以。我拿几个给我儿子尝尝。倩倩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不就是你几个草莓吗？那么小气干嘛？嫂子，你回来啦！哇，我的草莓！崔美丽，你太小气了吧！就这几个草莓给谁吃啊？不是的，谢谢我。你明知道我喜欢吃草莓，就买这几个。儿媳妇，你一大早特意去镇上，怎么就买这两个草莓？真的是够无语的。哼！不是这样的。好啦，星星都念好几天了，等会儿你再去镇上再买一点啊。哦，知道了。喂，露露啊。哦，好，逛街啊，那我现在就来，等我啊。喂，买米啊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好的好的，我等一下回来给你带回来吧。哎呀，你说我婆婆真是的，家里没米了都不知道买啊。那我们还怎么逛街啊？那不是美丽吗？还真是。哎，有啦。喂，倩倩。美丽你在哪呢？我在镇上买点东西，怎么了呀？哦，那正好，你帮我带一袋米回来吧。买米呀？我也没有骑车，我拿不动那么重啊。哎呀，一袋米能有多重呀？你就当锻炼锻炼呀。可是我……哎呀，你就别可是可是了，就帮我带一次吧。那好吧，你不要太抠门了，帮我买袋大的。好，知道了。走吧，走吧。这么大袋米啊，我来帮你吧。哦，没关系，星星，那个草莓你拿着。好的。哎，嫂子，走错了，我们家在那边啊。没错，星星，我要去倩倩家，这米是她托我买的。没在家呀。哦，那我们还是要不把这些米先拿回家吧，等下丢了就不好了。嫂子，你不骑车去啊，搬着累死了。不是还有很多米吗？又买这么多。婆婆，是我刚刚上镇上的时候，倩倩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她带米的。啊，她不是去镇上了吗？怎么还让你帮她带呀？啊，不是吧，倩倩怎么这样呢？真是无语呀。嫂子，她给你钱了没有啊？
没有，他早上让我帮他买肉的钱都还没给我呢。太过分了吧，我现在就找他要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来想办法吧，你们先去做饭。好，知道了。喂，倩倩，你让我儿媳妇帮你买的米啊，里面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咋回事啊？哎呀，我也是刚发现的，里面啊都是黑的，可能啊时间放的有点长了，长虫了。哎呀，那我可不要，赶紧退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刚刚给老板打电话了，老板说赔钱，赔十倍呢。什么？十倍啊？是呀，这不是你买的米吗？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所以打电话问你一下。好，你等着等着，我现在马上就过来哈。好好，我等你。还没想我来啦。倩倩，你在这里呢，我儿媳妇他们在厨房做饭。哎呀，你赶紧叫美丽一起去啊，这米是美丽买的，等一下老板不认账怎么办呀？也是哦，你这样子把这个米钱跟早上的肉钱给我儿媳妇转过去，要不然等一下我怕说不清楚。哦，我现在就转。好，我转过去了。哎，阿碧婶，你怎么不去喊美丽啊？美丽，美丽，倩倩，这米是我看错了，没有问题。这米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让我来干嘛呀？结账啊，这该给的总要给吧。都是邻里邻居的，你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吧？当然有必要啊，帮你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，你总不能得寸进尺吧？哎呀，我给忘了，再说了我最近不是手头有紧吗？手头紧？那你还逛街买衣服？阿平婶，你看这钱也给了，这袋大米你帮我扛回去吧。你看这不是小意思吗？我儿媳妇那么瘦小都能一路扛回来，我看你这么壮应该没问题的，赶紧回去吧。哇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是啊姑姑，她都把钱转给我了。你们要记住，没有底线的善良就是懦弱，该拒绝的时候要大声地说出来。嗯，我知道了婆婆。妈，饭做好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嗯，好，走走。好你美丽，肥妞你干嘛？你偷了我家的鸡，心里就一点都不虚啊？肥妞，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嘛？干嘛？你心里没数吗？肥妞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先冷静一点。好你个美丽啊，敢偷肥妞家的鸡，我拍下来告诉肥妞去。你还跑？肥妞，肥妞，美丽在你家鸡圈里偷你家鸡呢，你还不去看看？啊？不会吧？美丽也不是这种偷鸡摸狗的人啊！我亲眼看见的，还能有假的？不信你看，你看，你看看看看看！好你个美丽，我肥妞的鸡你也敢偷？我现在就找他去！倩倩，不要忘记了把那个视频发给我。好，好，这下你该承认了吧？美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婆婆，这鸡真的是我买的，我一不注意，它就跑肥妞家鸡圈去了。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就进去抓了。美丽，你还狡辩，就是你偷了我家的鸡。肥妞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们再去查查，如果真的少了，我们就赔给你。我家一共有30只鸡，我心里没数吗？你们不相信，我们一起去数一数。好，走走，去看。你们看，现在一共只有29只，你们数一下。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，确实只有29只哎。那也不一定是我呀，那有可能是其他人呀。美丽，你到现在还要狡辩啊？算了，肥妞，把这只鸡给你吧。不不不，你不能给他呀，这只鸡是我买的。美丽，你到现在还是不承认，你像白痴啊！我那只鸡真的是我买的，我买了给
你补身子的，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吗？美丽啊，我当然相信你了，但是他一口咬定就是你偷的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我那可是也不能让他……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们回家吧，来回家做饭吃，走。婆婆，那只鸡就是我今天买来给你补身子的，你今天就不应该把那只鸡给肥妞。哎呀，算了，美丽，它一口咬定就是你拿的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阿平，美丽，今天我是误会你们了，这只鸡我已经炖好了，给你们拿来。肥妞，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肥妞，那你鸡圈里面少了一只鸡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是我家老头没跟我说。马上就要吃饭了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你儿子儿媳不是说想吃鸡吗？我抓了一只给他们送过去。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？真是的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美丽，今天是我误会你了。没事，肥妞，事情弄清楚就好了。是啊，肥妞，误会解开了就好了。以前总听别人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，今天我总算明白了，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。美丽，我跟你道个歉，今天我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，对不起了。肥妞，没事，大家都是邻居，误会解开了就行了。是啊，肥妞，坐下来一起吃点吧。不了，我家老头子还在等着我呢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啊。这个肥妞啊，来儿媳妇，咱们赶紧吃吧。好。